现在喜欢高挑的。高挑。对，高挑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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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我喜欢高挑的。先换一下口味。不用再看别人了，就是你了。来，超高的。你们两个来看，对对对对。哎呦，好可爱哦！对啊，小的，好可爱，好可爱，好可爱，看看，超可爱，等一下，目前最可爱，他眼睛，他眼睛在哪里？他眼睛很可爱，我跟你讲，他有张开眼睛，我有发问，他眼睛是用芒草刚割开的，怎么这么小的眼睛？红糖，你在爽什么？他没有眼睛，哎，有了。红糖，你现在是不是觉得跟我的小孩还不错？哇，挺喜，我们眼睛好大，对，不错，对，混血了，你们叫小可爱耶，现在。这个妈妈说真的伟大，对，哦，刻苦，刻苦，太可怜了，是不是哈？对，太好了耶。怎么样都很可爱耶，就是你的比大鱼好看啊，来，有人站起来，着他有人有人站起来了，好，对对，走秀走秀走秀，夫妻逛街，夫妻带小朋友，走秀走秀 ，music， 哎，够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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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哇塞，好针对哦，哇，到镜头面打个背啊，打背，好，对对对，不要小孩，不要小孩。为什么会选六友？没有啊，我觉得他非常的像男生，然后个性很活泼，很外向，然后呢，他我觉得他还很有礼貌，跟我一样很有礼貌。那优生学上来讲，优生学他就比我高，腿长嘛。嗯，那是腿长嘛。你多高啊？我号称170啊，号称啊，实际169。你还赢曲哥？我还赢曲哥？你是胡烂的吧？我真的啦，真的啦，我平常都在咕咕的，真的真的，你胡烂的。鞋底厚，曲哥，你鞋底一点点，所以说你认为刘宇长得高挑？对，高挑，而且他那个鼻子也好大啊。对对对，他鼻子也好大。你要说，我喜欢他那宽宽的。这不是赞美，你在说这是缘分。哦，这真的是，这是真的。他们两个磨鼻子的时候。有啊有啊，你邀请啊，你说刘宇龙，我邀请你摸鼻子，对，去邀请一下吗？刘宇龙可以邀请你摸鼻子吗？哎，要啦要吧，跟着我们是妹妹哦，你们都是妹妹，我们出生都姓刘嘛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是500年前同家嘛，对吧？我们都姓刘，刘宇龙与刘贤仔，对对，我叫刘俊峰，一俊的俊，山峰的峰，我叫刘俊峰，对，刚好跟刘宇龙可以摸鼻子吗？双流摸鼻秀，耶！伟哥，谢谢。双流磨鼻秀会开始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吧？对。有这么好笑吗？没有。谢谢，好好把握，过来了，哎呦，没了，还磨，好好好，哦，哎，我的小孩，好，长大以后，长大以后，开心哦，开心了，我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我长大以后，刘宇龙先生觉得所有都无所谓，刘宇龙，你要接受第二次的惊讶，啊，哎，好好看哦。不是港星，就是韩星。郑秀文就长这样啊，郑秀文像丁小雨啊，而且他特别的地方，他牙齿是不是有50几颗？